男的有够丑的。有。我没看过那么丑的男的。你有没有在看啊？你干嘛？没事啊。记不记得品品啊？哦，记得啊。我们下礼拜吃饭一起去。他不是最近刚分手吗？哈？品品哎、欸。啊，对啊，因为她男朋友劈腿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爱你，所以我关心你的朋友。浴室有点脏，我先去洗一下。分手吧，你值得更好的。快三，啊，你手机在叫。哦，同事啦，不用理他们了。可是一直叫，要不要帮你看？不要，不用理他们。Baby，我们好久没有出去玩了。下个月我带你去法国玩，好不好？法国，现在机票很贵，哪买得到啦？哦，没关系。上次说想要吃的那个面包，现在去买面包。现在这时间应该排队啦。没关系，你不是讨厌排队？没关系，不用啦。我要跟你讲，不行，非奸计。你知道说可以不要健身吗？你先睡，你不用管我。弟弟啊，你确定你要吃那么少吗？控制卡路里。练好帅腹肌。我怎么没看过这件衣服啊？新买的啊。头发。啊，这刚剪的嘛。你最近干嘛只注重打扮啊？没有啊，我一直都这样啊。你要不要看看你以前长什么样子啊？差不多啊。哎，我快迟到了，我先走了啊。你，冰冰。我好了。啊，今天加班好累啊，赶快睡哈。咪咪，今天你最爱的双马尾。大丈夫志在四方，怎么可以沉迷于女色呢？啊，好闷哦，我出去透透气。哎，我公司同事传东西过来，这边我收不到，我出去收一下。喂，他的水叫不能讲太大声啦，听得清楚吧？还这种？啊，对了，啊，我们家楼下最近常有个女生走来走去，你有看到吗？而且她不住在这哦。啊，我妹啦！你好烦，我尿尿了。你妹啊！老板叫我今天要陪客户去唱歌啦。你看，恋爱 ing， 真的好吵，真的。先这样，拜拜。你还在公司？